林南一，算了吧，他小时候胆子小得跟芝麻一样。我以前带他爬树，他都能吓得尿裤子。老林，你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假的？行了啊，说的跟你小时候很光荣一样。王一冰，你就别笑了。老林小的时候，那也就是胆小。你呢？你是蠢。我跟你们讲啊，他小的时候拿圆珠笔放嘴里面吸，一吸好几天不掉色，像一蓝精灵似的。好了。行，那你们先聊着啊，我去厨房看看火啊。哎，王老师，你忙你忙。哎，小你好，你小时候看新闻联播片头曲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进队里来的？你进没进吧？真假的好多，好吃穿的，我忘了。你要再乱说，我就揍你了。看见没？看见没？他就这样，就这样打遍整条街的。打遍一条街还行啊。我那不是进队里。彤彤，妈妈想好了。怎么了？如果你真的不想跳芭蕾，那就不跳了吧。什么都比不上你的快乐重要，妈妈尊重你的选择，等你回家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就童曦的妈妈同意她不跳芭蕾舞了。真的假的？嗯。这么说，我抗争成功了。恭喜你啊！来，恭喜童曦抗争成功。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